个部分能够做好大的努力。目前来讲是有比开学更好，但是仍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尤其是教室里面的陈列的部分。最近快要接近学测了，那我你的心情最近如何呢？每一天都很紧张。我越来越紧，就会比较紧张，又紧张又期待。为什么会很期待，想要赶紧结束？这一部分是高中生对大学都会有比较向往，对，算是一定的，有一点点紧张。什么准备上的困扰，还是压力？可能是因为一二年级都太混。就觉得时间不太够用，就会一直觉得读不完，然后时间不够用这样。然后就是最近虽然有要读很多书啦，但是就是都读不太完的感觉。因为剩下不到十月，然后就是最近就是压力太大的关系，所以肠胃就是也有问题。那你想要上哪间大学？目标成大。对吧？然后考北医大的美术系。一学期这三类组。各位学弟妹大家好，我是邱思璇，今年刚从二中毕业，目前是台大外文系的大一新生。我建议大家在面临学测一百天的时候，应该感到非常的迷惘，所以呢，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心得，给大家做参考。首先呢，讲的是准备方向的问题。大家拿到学测简章以后，可以稍微翻一下，因为那里面会有记载很多，你要的哪个系的话，看它的筛选的科目。所以，假如说你今天要的系呢，根本不看某些科目的话，那你其实就可以不太准备那个科目，也就是说你读书的时间可以少一些。再来讲的是，大家应该会发现说，我在三年级上学期的时候呢，会面临新旧进度的加上。我同时要读新的，不要去复习旧的，哪有那么多时间，一个都两个大。所以跟大家讲的是，我自己的方法是，读旧进度的时间，复习的时间，比上新进度的时间是2:1。也就是说，读旧复习的时间是旧新进度的时间的两倍。那这样子是一个有后路的方法，你不但可以预付学测，而且你如果不小心考砸了，你还可以预付职考，这样是有后路的方法会比较好一些。然后再讲到是，有人问我说，复习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会跟大家讲，学测考的都是基本功，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把握基本的题目。那些太刁钻、太小鼻子小眼睛的题目就可以不用理它了。也不是说不用理它，就是说你在准备的时候，那些题目是次要的，你要先优先搞懂基本的题目，再去搞懂困难的题目，这是比较好的方法。然后。有些人会觉得说，我高一高二太混了，不认真，都没有读书，都在玩，会觉得说一百天做不了什么事情。那我可以跟大家讲，你这个一百天，你一定要读书，记住一句话：有多少时间就读多少书，有多少时间就读多少书，绝对不要因为你剩一百天、剩十天、剩一天就不读书，一定要有多少时间就读多少书。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跟大家讲的是心态的问题。然后分心态分为个人跟团队两个地方。个人方面，大家只能做到三件事情：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还是不要放弃。因为在这一段前往学测的旅程当中，你会碰到非常非常多的挫折，有可能是模拟考不好，
平时考得不好，可能男朋友或女朋友甩了你，那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些都是你的垫脚石，你每跌一次你就离成功更进一步，这点一定要记得，你跌一次你就离成功更进一步，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还是不要放弃。然后再讲团队的荣誉，要记得一件事，要有一个概念，你跟全班的所有同学、所有老师都是一个 team， 你们是一起的，你们要最好要有全班一起达到很大的战斗力。那这样子，全班的战斗力一起提升以后，我们全班的战果就会更多。然后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舒压方法，我都会在我的书桌旁边准备一个小小的便利贴，一叠的便利贴。然后只要我想到什么就写上去，然后贴在我的书桌前面。像我自己有时候会写我要干掉一桩男女，类似这种话，可能就是个人发挥，一种抒压的方法。好，再次预祝各位都可以紧张一下，谢谢大家。嗨，各位学弟妹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毅，那今年录取台大的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。哦，名字很长，不用记没关系。那学测剩下100天，不知道各位会不会紧张呢？那不管你是已经努力了很久，还是说还没有感觉，那没关系，从现在开始，你都是真的要冲刺的。那告诉你们，就是学测呢，就是要好好把握啦。那因为学测跟指考比起来，真的难度是相对的比较低很多，因为它时间比较长，然后难度比较低嘛，就是没有什么庞杂的运算，都是观念，然后呢范围也比较少，对不对？而且这学测考完了，也还会有面试跟备审资料去可以去操作，所以机会会比较多啦。不过现在你们不用担心这种事情，你们就好好的想办法把学测考好就好了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一月就可以解决的事情，为什么要拖到七月呢？就是那时候那些考职考的人嘛，在读书，然后一直听我们讨论环岛去哪里玩，就是心情一定不是很好啊。而且学测你最晚最晚就是5月中就放榜嘛，距离开学还有4个月。啊，繁星的更没品，3月多就放榜，就玩半年，就那是玩到不知道要玩什么，每天起床想今天到底要干嘛。但不用羡慕啊，你们学测考好就好了。那学测怎么考好呢？就是告诉你们，就是要按部就班去读书啦。那你有比较弱的科目呢，你都不要去逃避。好，像比如说我英文弱，我数学弱，你就好好去买一本书，去补习也可以。然后你就每天读，每天写，然后这样子一定会有进步的啦。不过那补习的话，是不要补太多，就2-3科就是极限啦。你还是要给自己时间去消化，然后去读书，这样就补太多对你自己没有好处的。那还有很重要就是英文啊，英文真的要考好，因为那些天龙人就是非英文比较好，所以不管英文考难还是考简单，那个标都很高。这样我就很多朋友这种同学的，就是总积分也不差，可是就英文可能没有前标，或者甚至没有军标，那就没有学校可以填，你知道吗？是。不管你成绩好不好，我觉得至少就是要给自己可以选择学校的那个权利啊，不是说我这个成绩可以读哪间，你要可以自己去选学校这样。那我觉得一个好方法提供给大家，就是说，我觉得你可以去准备一本那个笔记本，然后把你我飞机啊，等一下，你可以准备一本笔记本，然后把你没有看到的英文单字，你不会的都抄下来。或者看到一些家具你可以用在作文里面的，你也把它抄下来，然后就是你利用一些零碎时间这样翻啊，坐车的时候你上厕所的时候你就这样慢慢看，因为那些都是你不会的东西嘛，那你读了你会了，那你就表示你进步了，那就是这负担不会很重吧，你以前拿来打神魔拿来打 Candy Crush 的时间就拿来读这本而已，这样就没什么。那像100天就学测快进了嘛，就是告诉你们要多做好事啊，不要白目，然后要保持一双圣洁的手啊，就是不要乱丢垃圾之类的。然后很重要就是不要交女朋友，千万不要交女朋友，会悲剧啊！你要告白了，你要分手了，一切都是学测完再说啊。然后跟你自己的另一半谈好，对不对？学测期间不要闹，不要烦，就让我们彼此好好的去读书，然后为自己准备这样。那就是
们常说就是读书是为了自己嘛，那现在就是时候证明了。你以后要上哪间大学，你会遇见什么样的人，你会拥有多少资源，全部都是在于你现在做了多少努力啊。对啊，但是压力不用太大，就是好好的去读，好好准备。那一百天呢，就是很快就过了，你不要怕辛苦，大家都跟你一样，对不对？每天有时候其实你觉得每天晚上留下来晚自习啊，或者一起讨论功课，其实你事后回想起来是觉得蛮回味无穷的这样。然后等那个一百天，不要打LOL啊，不要去 cosplay 啊，这很快就过了。对，然后就是好好的为自己拼一次啊。那我就先在这里祝各位金榜题名。大学就是大家一个共同目标，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考上自己喜欢的学校。大家上课再认真一点，然后听老师的话，然后跟三一九各位说加油好吗？我们一起准备学。All right now。过程中有苦有乐，而这一切的一切，无非是要使自己迈向更高的巅峰，会实现自己的理想人奋斗。如今目标就在不远的前方了。虽然同学们一天一天的进步，但是时间是不等人的。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，看大家能在这决战的紧要关头，更能努力不懈，坚持到最后一刻，让自己的高中生涯留下一个完美而无悔的结束。加油，三零九的每位同学们，各位同学辛苦了。读书如果读得很累的话，可以去运动一下，适当的运动可以舒缓压力，也可以让你的读书更有效率，而且身体也会比较健康。要坚持到底，加油，谢谢。亲爱的高三同学们，火力全开了吗？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。老师期盼各位挥别懈怠，跨越障碍，坚持到底，成功一定属于你。同学，最近您觉得很闷、很烦，很讨厌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再忍耐一下。我想，一百天而已，一百天你把它当成三个月来想，只有三，三个月你就可以度过。这个痛苦的过程，你就可以开花结果，走向成功之路。祝福你们！三一班的同学们，还记得升高三之前我们为自己定下的一个目标吗？你现在多付出一些，就会离他更近一些。上高中这将近一千多个日子，我们为的就是接下来的这一站，大家加油吧，冲吧！亲爱的高三同学们。看到前方不远处你的目标了吗？没错，它就在那里。此刻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稳住心情，努力不懈，朝对的方向前进。因为成功是属于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的人。加油！老人与海里面的老人，如果他面对鲨鱼的时候把鱼丢下来就回家了，你会对他作何感想？所以放手一搏吧。只剩一百天了，加油！学测剩下一百天，那你们应该是会觉得很恐惧，但是老师想要告诉你们，只要你们有自信，好，那没有什么好恐怕的。奔跑吧，兄弟们！站了，现在同学们也正在为上场做准备，你们的战场就是明年1月18号、19号的学测。我相信，只要你们能够自我要求，竭尽全力，一定会有 amazing performance。三一七，吹得起！三一七，要争气！三一七，压倒性胜利！高三的同学，学测快要到了，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加油，因为相信这一次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场比赛。那这些话你们可能都听腻了，所以。注意看，看这里，
认真念书，知不知道？光多么的美丽，安安静静，我和你笑看那些不如意，只要你不怕风雨，你看人生多么的美丽。同学，你是高山的老人了。老人的意思就是时间不多了，时间不多了该怎么办？就是要豁出生命打拼。怎么打拼呢？就是学测、职考，老子跟你拼了！读书，加油！加油好吗？不要再玩手机了。加油好吗？职考战士超逊的。加油好吗？哦耶！加油好吗？提早上榜可以享受彩色人生哦 ，Road to Victory， 加油！加油好吗？台大 Only Go！ 加油好吗？很大也可以哦，加油好吗？相信自己一定成功，加油好吗？各位，今年不努力，明年你就当学弟喽。加油好吗？要多哈草哦，就没事了。同学，学测加油好吗？扫地也要加油哦。加油好吗？高三全体同学，玩手机不是问题，考上好大学才重要。加油好吗？祝你们找到帅帅男朋友跟好大学。加油好吗？不认真你会后悔。加油 ，Go Go Go！ 加油好吗 ？Be yourself。加油好吗？考试将近，请多来合作社补充能量，考试必胜，加油。学测加油好吗？啾咪，加油好吗？啾咪，嗯嘛。加油好吗？用功念书就是时尚。啾咪，知道我是切面人，他是白发魔女。
今天来为大家祝福，高三的时候就要坚持自我，加油好吗？赞！加油好吗？大家加油！耶、yeah. ！加油好吗？你们一定 OK 的。加油好吗？加油好吗？加油好吗？今日不认真，明天操死你！好了。各位同学，学测快到了，请好好加油，好吗？学测在即，老师有一些话要跟你们说。加油好吗？还有另外一句话哦，爱娘嫁给娘。加油好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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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一定可以的。哎，我讲错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切面人。我要笑惨，重来。系同学们来到二中的700个日子，过程中有苦有乐，而这一切的一切。不会是为了要让自己迈向更高的殿堂，实现，对吧？对对对。系属们来到二中的700日子，但是时间不等人。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，盼大家能够站在这绝的紧要关头，更能努力不懈，坚持到最后一刻。更加的努力不懈。好，好为难人哦！我想我们应该是会遇到很多挫折，应该没有很多人想要帮我们录。